你戴这个特别好看，咋样觉得？啊，挺好的。这款特别显气质，也特别显肤色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好看，挺适合你，真的。我们这款卖的特别好，现在店里剩的最后一条了。哦，这个多少钱现在？这个8500。8500啊？是的，是的。那行，那我就要这个了。好的。啊，行，来，你给摘下来干啥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没事儿没事儿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你不是挺喜欢吗？我是不喜欢。啊？出来逛街嘛，而且我也没送过你像样的礼物啊。逛街的乐趣是逛，谁规定非要买？过来拍合照。我不上相，太丑了。那我看你挺喜欢那个项链啊。女孩不就这样吗？一会儿喜欢一会儿不喜欢，你有意见啊？哦，我知道你是想给我省钱，但是送我礼物是不是为了让我开心？那当然啊。那如果你刚才买了，我肯定会现在很开心。但一想到你后边要节省的我，那我就不开心了。短暂的快乐不足以维持它长久，对吧？总有一天，我会把你喜欢的都买下来，送给你。等着。啊？你干啥呢？啊？你干啥了？把你说的都记下来。记下来啥意思？我看看。你让我看看呗。就你之前答应我的。这么多，我啥时候答应了？咋了？你想赖账啊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你记他干啥呀？怕你忘了呀？你要搞得忘。不忘不忘，我现在就开始害怕。这个是你，这个是我，我们要埋在一起。彤彤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。那你能不能陪我去看看我爸？明天啊？咋了？这么快？我还没准备，我要不要跟我爸妈先说一声啊？不用，他就是最近身体不好，去看看。哦，那我们明天早点去吧。好啊。顺便去看看营养品，你爸喜欢喝什么？不对不对，你爸现在身体不能喝。那他喜欢什么呀？把手伸出来，伸出来来。刚编的，你编的？嗯，咋样？喜欢吗？手挺巧啊。喜欢吗？谢谢老公。啊？你说啥？你再说一句。快乐当然有一点，不过寂寞更强烈。